啊，广东早餐。还有啊，没事。还有，没上齐啊？还有，没有，但是蒸那些没有。好嘞，拍啊！走吧，送我一下。今天送我到公司，今天要去广东出差喽。为了碎银几两，无奈苦口他乡。现在是什么模样？可偏偏这碎银几两，压断了世人的肩膀。纵然万劫不复，又何妨遍体鳞伤？有一个村叫盐田村，这一条都是很多网红喜欢来这一村。谢谢主席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哇，好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就那个就寺庙对吧？哎，那个，哦，要不然那个你进去，好，你先上。给大家看看今天在肇庆，广东肇庆住的宾馆啊。哦，这是一个小的茶吧，还配这个水果。这个是茶吧啊。今天和一个那个我们一个男同事啊，两个住一个房间，宾馆颠少了，我们今天来了四个同事。这边是个电视，环境还可以啊。这边是个小躺椅啊。这个是一个洗漱的，先是一个浴缸，洗漱的啊。这个是一个淋浴房，这边是一个马桶。哦，环境还不错。本来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，我们临时有一个女同事过来，四个人，让他们两个女同事住两个房间。哦，听他们说这个外面阳台这个风景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外面阳台，看看大家看看这个风景，怎么样？早餐，等一下来拍照，拍照发到你小群里。拍照发到群里啊。啊。对着一条河，高频河，然后如果运气好，会看到有鸟在飞。就是在那个河上在飞飞，就像昨天那个新图一样。哇，它的菜呀、啊、鸡呀、啊，非常好吃。感觉本地人知道是吧？本地是好吃。